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怀淑看各位十九号礼拜三南投新闻。COVID-19 本土确诊案例不断增加，疾管署嘛陆续公布确诊者曾经去过所在，其中彰化有一位确诊者，伫个月十三号下晡三点到五点左右，来到草屯镇太平路一间越南料理来食饭。五月十八号下晡，草屯镇公所接到通知，妈妈上安排清洁队前往来消毒。清洁队人员消毒着草屯镇太平路的街头，无论是店家或者是人行道，特地来消毒，也是因为疾管署陆续公布 COVID-19 确诊者曾经去过所在。当中，伫彰化县一位确诊者，伫五月十三号的下晡三点到五点左右，来到草屯镇太平路的一间越南料理来食饭。十八号下晡，草屯镇公所接到通知，妈妈上安排清洁队前往消毒。有确诊者到我们草屯，这家店家来用餐哈，那为了维护我们镇民的安全哈，然后我们紧急就是动员我们的清洁队员来几间的商家一并做消毒哈，希望说能够确保我们镇民的安全。不过，最近越南料理的头家牛马表示，随着 COVID-19 已经慢慢变严重，因正经马对礼拜日改做成外带，袂当伫内面来吃，来减少风险。伊家己本身嘛无出门煮肉来隔离，来观察身体。店内嘛有三位的员工嘛必须爱自主健康管理来停业期间。我昨天晚晚才知道，才知道。哎，可是昨前天我们自动休息，显示自动休息了。我昨天才知道事实，我出来我不敢动了，我不敢出门了，都不敢出门了。对，因为我会不会我怕受影响到人家？可是礼拜天那我看人数那么多，我就自己不给客人进了，都不给客人进来。对，礼拜天那天我们外都卖，全部都卖外带。现在本土已经渐渐扩大，村地里南岛上近的两个县市，台中市跟彰化县已经陆陆续续出现确诊者。在这段期间，除了呼吁大家尽量卖乌白走以外，此外一定要挂上嘴安，一定来注意手部的清洁，人跟人之间保持室内一点五公尺、室外一公尺安全社交距离，做回来做好防疫，度过疫情难关。今日算差不多。